放音回来是学命，刚吃完宵夜，不吃宵夜胃痛啊，哈哈哈。来继续吧，有铁锤跟武器就很容易嘛，有这两样东西我就很容易把泰迪熊带上去，不然真的是很难哦。那试看找多一次吧，在这一集。希望如此容易找吧，锤子跟武器。意思东西最难找的哦。要估地上的声音，它应该不在这里吧。哎呦，怎么这样子的？一开始，这什么东西的？这是上面应该有东西吧？泰迪熊，等我啊！我在你家很久了啦，不用跟我讲"躲猫猫"这两个字，还放陷阱，要把这个带上去呢，先还是把这个开先呢？东西在里面掉了，这个你会跑过来？你气死了是吗？滚远，你去了你！不要放着你在这边哦！你还真的放啊你？那你最好走下去了，走下去我可以走那边了。怎么像阿伯了，不像奶奶这样？那你，我希望你走下去，不要上来了。好彩没有动到。先找看这里有什么东西吧，没东西，一个东西都没有，你看我又卡住了。哎呀，怎么你这样快的？阿妈阿妈。没关系，他整个钥匙在那里，我一走过去，尽快把它找上来吧。那个死老鼠，我有假蜡了，把这个推先了，然后我再下去吧，追到道具钱包了。OK，好，尽快快跑先下，查看上面有什么东西。哎，钥匙哎，武器钥匙有用啊。先拿武器先，最早到一千。哎呦，这么这样子的游戏。哎呦，我的武器又在死，真是的，你很垃圾哦。两样重要东西都掉了，一开始的 Pokkai，一开始的 Pokkai，我的钥匙在下面，要赌一把下去吧，不然我就试着把我的钥匙呢，OK，好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快进去快进去啊！会吗会吗妈？你不要拿那棍子向我的头了，我知道你很爽啦，每次打我。走了，眼睛又双白眼，不用笑得这样诡异了。
我先把这个开了先，然后之后再下去。下了吗？别跟我讲，这个地方会发出噪音了。不要发出噪音哦。给开了之后，把这个给打了，然后之后再下去。上来了吗？趁这个机会下去。他上来了。哎呦！不可以了，没有运气了，只好赌一把跑出来先了。看这里有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是拿来盖什么？有鸟蛋，哎呦！这么僵持的，哎呦，真的是要爬狗洞了。看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遥控，这个应该是下大门的那边，都一把门嘛，我先把它引了先嘛。不然没办法。应该是进来这里了。嗯哼，我在这里啦。哎，遥控呢？遥控在这里。怎么这个遥控枪的丢那边，我回去那边，瞬移啊！你看。OK，拿了，快走！这样黑什么都看不到，路的在哪里？这里，OK。很慢哦，你爬狗洞。我的齿轮在泰迪熊那边，这样我先把它赢了吧，然后再进去，把这个遥控给开了。OK，它进去了。有这么僵持这个游戏，你看。你看这么僵持这个游戏，跑啊跑啊跑啊！他又不追我了哦。OK，我的齿轮在这里，我的钥匙在下面呢。我看我要。我要引他了，不然真的是没办法了。他上了吗？这个遥控我看先放这里吧，还是拿住处吧，放靠近，越靠近越容易吧。这里有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先下去先。先把它引过来，之后我再把这个遥控打过去，我就趁机会去拿钥匙。OK，它来了。OK，它应该跑过去了。我就趁个机会去拿我的武器的钥匙。我的武器钥匙是在
隔壁治理吧，不要踩到地板。看，我又来了，看我又来了，这么这样多噪音的这个方向。你出来，冰淇淋车在外面了，你可以去买 ice cream 了。OK，你看又来了，没办法了，我至少下次离了，不然真的是等死了。这样玩是没办法，至少只有下面那个才可以。看这里有什么东西，这里没东西。这边上去看看有什么东西，这里有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没东西，这个可以开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这么呛啊！那边有噪音，叫我不要从那边走，我记得了，我不会再中这招了。这块肉怎么又顶住这边？再从这边下，我的遥控应该是在这。我先把那个开，我把它赢了之后再开吧。武器不要管它了，武器害死我，真的是。OK，把它引过来，它过来之后，我就把这个遥控在这个门大门的前面。给压了，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人呢？可以下来了，趁这个机会可以上去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开。哇，这什么来着？诶，这个有用诶，电池，这个大门的，不要。这个没有用啊，这个很快用完了，只可以暂时把它停止罢了，最多把它引过来吧，不要越走越远呢。那应该是过来的吧？那个电池是大门的，下来了吗？给他下来了，之后我去把那个电池给放去大门先。这个什么东西的？遥控没有用了。这个应该是这个，对，是这个的。OK，再用同样的老招数，诶，这样不是就很容易玩了？还引来过，再下去看有什么东西。OK，还有从那边走来这边，我再趁机会下去，这样不是很容易玩，把引上一下，累死他喽！我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，没东西。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没东西。不要碰到那个，你看，我才刚讲完了，他就给我碰到了，什么都没有的哦，这么这样子，我又要覆盖我们家产了，下来了，听到啪啪啪的声音，大门需要铁锤，个夹子。还有密码，有你的棍很大哦，你可以走吗？啊，生气了，像我刚刚拿了什么，什么都没拿到。
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。看那个陷阱，我又不懂要不要上去，现在。走去哪里的？他应该没看到我吧？这个什么来的？这个有鸟吗？这个是拿来干嘛的？这个？哎，我有武器啊！刚刚那个，我把它……哎，我可以把它给赢了，过后我趁机会上去拿，趁机会上去拿我的那个武器的钥匙，不是行了咯？这么讲辛苦嘞？哎呦！真笨呢！这个是刚刚辣椒粉来的。OK， 他应该过来这里，我就趁机会。应该是过来了吧？他不稀罕我。OK， 他过来了。去拿武器的钥匙，不要踩到那边。我记得，给武器钥匙在这里。哎呦，没有拿到。OK， 同样的老招数，这边下。哎呀，刚刚我没有压到零啊！哎呦，破盖了，我又是跟他这边玩刀剑钱了。这边没东西，要踩到地板。我记得那个是最后有发出噪音的。快点去拿武器先。OK， 阿嬷在这里。哎呦，我为什么没有开到枪？为什么没有开到枪？哎呦，头痛啊，心痛啊，胃痛啊。武器掉在面前，我又要下去引哈。没办法了，要赌一把了。他应该是来了。我的武器呢？武器呢？在哪里？武器？这个是钥匙，不是武器啊。应该没过来。快点拿我的武器，引他。怎么没有噪音啊？有 bug 啊，这个游戏。只好用老招数了。怎么这里又有陷阱啊？这个鸟蛋还有跟这个辣椒粉，这里还有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都没有。OK， 刚刚我应该是撞到这个鸟蛋啊。OK， 应该是下来了吧？啊，给电了之后，我会上去把那个蜘蛛的房给开了。OK， 先开了，走开哟！你看我又黏住好了，摆了这样子的 pose， 这样子要玩到几点了？开了，希望如此啊！不要再。
哎呀，怎么你会在这里出现吗？又这边的锁，我武器又在这里，啦啦啦啦啦啦，火棍呢？真的。大门解了一样，然后我现在想把泰迪熊带上去。问题是武器在哪里？然后这里有陷阱，他应该是在我后面了。跳出去了先。OK，他出来了。快点走！他应该是在我后面，然后我再继续走下去引他。会不会的你阿妈，你还比我慢呢，我玩男女孩组比我慢哦。再引他，我拿这个辣椒粉了，不然不可以啊！他一直追着我跑，要碰他了。那应该是来了，反正我这边比他还要近，怎么我还要绕一大圈呢？再引他过来这里吧，给他没有力。老人需要做多运动啊。OK，他应该来这里了，之后我再快点走去。他不来哦，还有，OK，他下来了。你看，一出去他就反应降大，不可以啊，早用老招数了。射你啊，你不用火烦了你。给你先麻了这，每次复活就是请你吃一点辣椒粉，上去先。哎呦，怎么？我的武器不在这边，在房里这里。你看这样多辣，哦，老鼠啊！难道这个鸟蛋是喂老鼠的吗？我的武器呢？可以啊，来了，先躲吧。阿妈，快点来！不来我，他中靶了是吗？我靶到我，我把我逼到死路了，都不懂他会从这个门来还是从那边来。赶赶的走了，这总觉得他应该是中靶了。齿轮在这里，我没有钥匙，没有办法。先把它引过来，之后我把上面的门给开了。人呢？我的枪都给你，都不来啊！是啊，是妈妈，怎么没有来了？耳聋了哈，现在变阿伯这样子啊！哎，管他了，
捞一拳去看，用老招式来引他吧。人又不懂在哪里，都不敢，都不懂安全不安全，走上去引他先，这个弄跌先，他应该会下来。OK， 他下来了，中，走开走开走开，先拿了 ，OK。快点上去把那个上面的东西给开了，之后再看有没有铁锤。这个东西不可以把它丢在那里吧，不然我……哎呦，哎，管它了，先看上面有什么东西。铁锤没有了吗？这么犟的这个游戏。死咯，每次都踩到地板，哎，很嘎惨，很嘎惨啊！也先到这里吧。开车撞我。哎呦呦！没锤子真难找啊，还好，谢谢你的收看。